Berikut adalah ramalan kaji cuaca bagi negeri-negeri di Semenanjung. Di Kuala Lumpur dijangkakan hujan dan ribut petir pada sebelah petang dengan suhu mencecah 28.5 darjah Celsius. Warga kota dinasihatkan agar berhati-hati kemungkinan banjir kilat bakal berlaku. Manakala di Selangor, di bahagian selatan, diramalkan hujan lebat berterusan untuk beberapa jam pada sebelah petang. Mother， 怎么你会？你饿傻咗啊？未食嘢咩？有啦有啦，吃啊啦吃啊啦！你讲啊，你点解同个吉林人啊、木都啊搞埋咩 ？Red food 啦、啊，你识煮咩？木都煮啦，当然，他是厨师来的。吉林人啊，咪即系即煮咖喱啊、罗啲肠拉咯，搵到食咩咁样？有 Mother， 木都他是五星级酒店的厨师，不是妈妈当那一种的。你应该搵份会计嘅工嚟做。搞三搞四做咩咧？妈哥啊，我读什么你都不知道的咩？我读的是 business management， 不是读。你自己知自己事吓，你已经几个月冇做工咗吓，到时搵唔到食嗰阵时，你冇搵。哎，木都，我 OK 啊，咩事啊，木都？哦，正话咧，你老妈子打俾我啊。哦。佢话打俾你嗰次咧，打电话断咗线啊，再打俾你又话打唔通，佢好似惊你有咩事啊。哦，我冇事，我冇事，唔使担心，我电话冇晒 credit 啫，我仲有 WiFi 可以用嘅。啊，因为关于我哋嘅 food delivery 嘅 business， 你又谂成点啊？头先我阿妈打电话俾我啊，佢叫我唔好做喎，佢叫我好好地去搵份工啊。啊？你咪打算放我飞机啊？我都唔知啊，我而家好烦啊。你睇我连电话呢我都俾唔起啊，而家。Anyway， 我睇到我都冇咁快啊。点解咁样讲我？你冇吓我啊，我都。哎，我中咗啊！中咗 COVID 啊？系啊 ，COVID positive 啊！你点样中啊你？哎，而家中就容易啦，个个都中啦，真系。又系嘅。系啦，而且我哋早两日一齐饮茶，我睇你出车好啲啊！边度有咁容易中啊？六合彩都冇咁容易中啦、啊。我覺得你老媽子咧，我同佢傾偈咧，就好似好關心你喎，你都好彩噶啦。係唔係噶？關心我，佢連我讀乜嘢佢都唔知道啊！關心我。唉，我老豆咧就走鬼，成日飲醉酒，咪打我，就打我老媽子啦。你就好彩啦，你。其实我好早之前想问你噶啦，点解你想做厨师嘅？惊冇饭食啦！你等阵啊，我做完 test 先啊。OK。唉，
Oh shit.靓女，可以帮帮忙吗，靓女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你不开门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中了 COVID， 所以我不方便开门。然后哦，我家里的食物啊，刚好吃完了啊，你可以帮我去买一些吗？哦，可以，没问题。你想买些什么啊？你帮我买一些罐头啊、面包啊、快熟面这一些食物哦，可以吗？哦，需要帮你买一些药吗？你帮我问看 pharmacy COVID 要吃什么药咯。你现在觉得怎么样？有没有发烧？发烧是没有啦，可是我一直咳嗽咯。一直咳嗽哈。我叫 Peter，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Nina。对，谢谢你啊 ，Nina。没有线呢、啊，哎。见鬼哦！咩见鬼啊？系我阿妈。不能不能，妈的，做梦你会在这里的。打电话俾我，讲你病咗，叫我嚟照顾你啊嘛。不能，我中了 COVID， 我不能开门给你。啊？中 COVID？快点开门！不能，妈的，我怕我会感染给你。冇要紧，我唔惊嘅。开门。我知道你不怕，你什么都不怕的，可是我怕。我都打电话俾我，系讲俾你做你自己中意做嘅嘢。你知啦，喺我心中，你永远都系小朋友啦嘛。我都讲啊，你。电话冇开的咗系咪？妈的，你都噏给我啊？系啦，唔系，你下次仲敢唔敢唔听我电话啦？妈的，我答应你啊，我好了过后我一定回去好好看你啊。开门啦、啊，你真系唔开俾我入咩？妈的，我真的不能让你进来，我怕我感染给你啊。好啦，嗱，你睇下，我买咗好多嘢俾你啊，我放喺门口嗰度。阿珍，你记得出嚟拎啊！走噶啦，记得食饭啊！